我们马上开挖前方那窝黑尾大土蜂啊，这个镜头不能错过啊，好旺。老蜂已经抓了一笼了，这个窝在里面。我老叔还在这里打活蜂啊，开挖了，毛快！这个蜂有点大，慢慢的，不要把窝给挖烂。已经看到这个，蜂巢的模样了啊，好大一窝，这个就是。慢慢的要把它给挖出来，这个盘子不够大呀，要把它继续挖出来。这窝是我们刚刚拿出来的啊，在这里我不好给你们看，因为我现在还在清理这些老蜂，下面好多老蜂，把它捡起来，稍微等一下啊。先叫我老叔把那个蜂窝抱下下面去，我马上跟上脚步。这里不能换衣服，要到那边。这一笼都是老蜂啊，那边这个就是我们收获的那个蜂蛹，它虽然蛮饱满的，就是两米空的。那边还有一些老蜂啊，太累了，反正。马上开挖第二窝，如果想看我们开挖第二窝的话，可以下期我们再见吧，下期的。今天还算蛮听话的，捡东西回家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双击加关注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